起，我们做了一点点啊，好，这样子距离可以吗？非常感谢，好，然后往前一步好了哦，让大家好好的看看你们。好的，朋友们，再次给他们热烈的掌声，好不好？是，有请我们的演员朋友跟我们现场朋友挥挥手。Hello， 我们今天和你一起来参与今天的致第三者的首映记者会。当然，接下来我们先要来欣赏很好看的活动内容，所以邀请我们的演员朋友先行来入。开玩笑的，不会演哦。欣雅让我蛮感动，因为他戏里面福利真的没有，可是自残的能力很大。他几乎每次拍一个里面，以后看到他的戏，他打自己巴掌，真的不手软。看到我都觉得不要再打了。后面就用假的哦，开灯打，我都还会骂那个少卿，就是我们的配合，你要阻挡快一点了，不让他这么打那么多下。他有时候激动，他愣住那里，他就会慢了。真的，他脸上真的是被打肿，被自己打肿的。而且感觉我脸是真的歪掉，因为我那几天在笑的时候就奇怪为什么我笑不开来。就是一边是僵住，很像打肉毒打太多那种感觉。后来我就照镜子，发现真的一边歪掉了，然后歪了三天，后来就恢复了。哦，太好了。而且刚打下去打太大，又还真的蛮可怜。演一个一开始是没有人爱的人，其实我们女人都不太希望我们的另一半没有人爱我们。好，我觉得这个比什么肉体跟什么折磨都大。所以他这个走过来，有人爱你吗？到现在有爱你吗？大家看看剧情吧。啊，应该好。那我们请一个可能会爱你的男人，谢佳倩。佳倩也不好过，因为她要演六种角色啊。是。一下要有胡子，一下没有胡子，一下要回到大学时代，一下又要回到失去一点点记忆过程中，那一种单纯的岁月。你怎么演的？听说你都没办法睡觉。是，非常压抑。我刚刚在那边坐的时候看着片花也非常的压抑，因为我怕我自己会崩溃，我一直在忍着哭，这样子。那你该崩溃啊！这样特写就是你，那照片都拍不行啊。那欣雅没哭，我不能哭。他一定不能哭，因为他没有人爱，你不要哭了。没有，我觉得，因为我觉得这条路走过来，就是这个人生，这个男生其实还蛮痛苦的。从自己知道要什么东西到自己不知道要什么东西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改变，对吧？爱太多很痛苦，对不对？嗯。灯辉对不对？爱太多太苦，对不对？可以。哦，真的吗？他只爱我啊。是，然后我，你说你刚刚问我那个嘛，六个转折。对，六个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知道我这四个月走过来，感觉走了四年。好凄凉的岁月，我们戏走了十年呢，你自己走了四年，对对对对，遗忘了六年，那六年到底装了谁？就装了两个女人。所以真的爱太多，男人看完这个戏哦，比犀利人气更犀利，你不能爱，有爱过也算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爱过的也会纠结哈，所以千万不要连爱过都算在里面，就更痛苦。嗯，我们要欢迎另外一个，少奇，也很可怜。佩恩，佩恩。都是直升机来，你看尖叫，嘶吼啊！来讲一下你的。我原本以为我已经走出来了，但后来看到真的就是崩溃了。你他都没看过，他说我给他们两个看一下，让他们做心理准备，所以安心啊就没哭，因为他有先做准备。那我是没有给他看的，因为怕你看了就会嫉妒自己，怎么演到这么可怜？好，你讲一下。没有，就是很感谢，就是有这个机会演这个角色，因为我以前演的角色就是很开心啊，什么什么，然后现在就可以让大家看到另外一面的谢佩恩。那我们就是努力了四个月，但就觉得就是跟在大家都过了很久很久的感觉，然后就是希望大家看到我们的努力，然后也会喜欢这个戏。你要谢谢我们的团队，因为我们不好，对，我一直 NG 到他也笑不出来，哭不出来，然后他也只能一直陪着，装傻，他的角色就有点傻傻可爱的，所以你要谢谢一路陪你走过的这些演员跟伙伴们，因为他一国语不好哈，那不是哭的，哭了十遍，听到你国语不好他就。就对不对？那情感眼泪就丢回去了，因为没办法哭十遍嘛，哈。
你在这边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，真的，尤其是导演啊，就是大家都会给他压力，然后对我就劝他要快要好，真的，然后我又没办法，就是一次 OK， 所以真的，然后演员就是每次跟我搭戏就要一直，谢谢你们。他真的要谢谢各位，真的谢谢大家跟他一起努力的人，因为真的在他身上我花了太多钱。NG 就是钱呐、啊，眼泪也是钱呐、啊，我就觉得导演我心很痛。NG， 我们现场小姐跟小姐她还在 NG， 怎么办？我说叫她回来，我来陪她一起独白，不是独白还录音还录影，啊，看能不能再帮助她找回更多的速度。好，我们现在再欢迎他们来，一二三，好，一二三。好，非常感谢。那么接下来呢？再请。配给我们所有的中。